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在今天大家期盼已久的古装剧《宁安如梦》正式官宣定档，将于今晚，也就是5月19日在奇艺迎来首播，由白鹿、张凌赫领衔主演，王星月、周俊伟、刘先宁联袂主演。剧情上融合了权谋、重生等元素，人物设定也很新颖。女主江雪宁在前世为了当上皇后作恶多端，亏欠了很多人，虽最后如愿当上了皇后，却又宿命般的在宫变中为保全张遮自刎于少师谢威的面前。重生后的江雪宁唯一想做的就是远离权力，主宰自己的人生，奈何天意弄人，在这一世还是阴差阳错入了宫，做了公主沈芷宜的伴读，成为了少师谢威的学生。江雪宁一边接受谢威的教导，一边暗自筹谋，想要阻止燕林再次陷入血罐里风波。在江雪宁和谢威的运筹帷幄下，燕家满门的性命总算得以保全。然而躲过了血罐里风波，江雪宁又被卷入了朝廷剿灭平南王乱党的计划。江雪宁和谢威在重重危机下日久生情，那么这一次然而能否终成眷属？宁安如梦定档5月19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